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许魏洲。今年呢已经是2018年，在这里呢，其实我想告诉大家，已经一月份其实已经天气慢慢的变冷了。然后呢，北京的天呢，现在也比较干，天干物燥。希望呢，大家能够多喝热水，注意保暖。南方和北方呢，其实差距还挺大的。南方呢是没有供暖，北方有供暖，所以呢，无论是南方的孩子还是北方的孩子呢，大家都要多穿衣服。这里呢，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些小建议，就是可以多贴一些暖宝宝，可以出门的时候多，备一些暖手袋。所以在工作的时候，在生活里呢，都不要着凉了，因为着凉了就会生病，生病了就会影响工作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注意健康。